Harris County 率先采用了新投票机及特别纸张的选票。新投票系统让投票更安全也更省时。进入投票所后，您会拿到专用选票及投票代码。您只要记住四个步骤，就可以完成投票程序。先将选票放进投票机中，您可使用屏幕触控或操控投票机选取候选人，印出选票，查看选择。如果发现选择错误或改变主意，请告诉选务人员。选票可以更改两次，更改后再做最后确认。当您将选票送进扫描机中，表示您准备投出手中选票。当萤幕出现美国国旗时，就表示您的选票已经成功投出，选票会被保存在票箱内。提醒您， Harris County 的选民在提前投票及投票日当天可以到任何一个投票所投票，投票日为5月24号。如有更多查询，请进入 harrisvotes.com。